我要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Romeo,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哦。生日愿望，生日愿望，说一说。我生日愿望就是可以年年二十一放屁呢。我可能就是希望说，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年龄，然后慢慢你可以慢慢体会，对吗？所以是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是，对。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拍戏的时候生活真的是很辛苦，大家可能为了拍戏啊，就动作片都会受伤，所以我希望我的同事朋友们都可以顺顺利的在这个行业做得很健康这样子。那我真的祝你生日快乐，我要祝你底下上台领奖，谢谢。